我的好朋友王建壮先生这篇文章哈，他叫做替国民党浴血几句墓志铭，人都还没有断气啊，棺材都还没写啊，还没有定啊，就墓志铭了哈。里面其实有三句话最重，说朱立伦是憋牛、失败主义、自暴自弃。我看他活了五几岁，第一次被人家这样讲哈。其实王建壮兄这篇文章让我想起文学作家马奎斯有两本小说，名字《预知死亡记事》，迷宫中的将军，不正是你朱立伦的写照吗？杜鲁门总统说啊，比喻形势如老虎，你驾驭形势犹如骑在虎背上驾驭，如果你没有驾驭好，从虎背上掉下来就被老虎吃掉了。今天不是洪秀柱，今天是整个国民党都骑虎难下，几乎就要掉下来，被老虎被形势吃掉，那才严重。国民党立法院不是乔家大院吗？啊，党上黑，上黑这时候要发挥功能了，开始乔啊，你要替洪秀柱解套嘛，他现在退场了，每天叫就要退场了。你要记得，当一个人谈钱就要退场，他谈700万还给我，不是要退场了吗？那天上礼拜嘛，他只有两条路了，一个是你就三修，功在党国，功在团结，给他三修立法，不分区立委继续做嘛，或者是让他跟林德湖对调，反正深蓝选区一定要当选的嘛，他要这个东西啦。我点破了，你国民党家里没大人吗？听不懂吗？国民党真是没有大人了。我从小印象深刻，以前国民党是有问题哦。蒋介石不出面，他叫张群啦、黄绍谷啦，后来到李登还有蒋彦士啊，都出面。他党一直有大佬来解决问题。今天自己国民党乱了，没功都背啊，因为哈老大不老，马英九大佬不大，大佬不大，所以没人当一回事了。我公开建议朱立伦主席，我替你解套的，把每周三的中常会移挪到晚上召开就解决了嘛。那么简单的事不能解决吗？以前我记得蒋经国过世还半夜开中常会啊，如果半夜都能开，晚上不能开吗？朱立伦当然是两样嘛，摆谱。哦吼，给马英九脸色不好看，有没有记得上一次马英九不知道什么事有没有？我叫他不要去参加深坑那个，有没有？马英九不是不参加深坑那个？那我不是叫朱立伦说，那你就不要参加周一的那个五人秀，他就果然不去嘛，有没有记得那个事？摆谱啦，哦，蛮憋扭的啦，啊，男人很憋扭，我最怕男人憋扭哈，摆烂，坦白讲不知所措，忘记自己是党的大家长。我来举个经验好不好？我跟朱立伦的故事哈，我记得朱立伦第一次选新北市长啊，我那时主持政论节目，我的制作人敲了不下24通告请他来，就不来，不帅。那制作人问我说怎么办，帮我办坏，我就找一个有利人士跟他讲说。大概修度也丢了啊，他就来了，就这样子，你看，借力使力给他施压，他的抗压性就低了。以后跟朱立伦打交道，记得这故事哈。因为国民党的党中央主要朱立伦主席的犹豫不决，吴敦义有机会。我透露一段内幕。哦。上周不是新新闻主张吴王配吗？对。我上次不是说吴敦义是在。天母有一个那个庄园，怎么样？一个类似这个招待所嘛，古董招待所，它已经遗失了，在南京东路跟吉林路口逸仙楼，每周聚会一次，换地方的地方，转进转进继续运作。你到什么地方，我都有县民跟我讲的，一个礼拜见面一次，在那个场合，有人写一篇文章，提出吴王配，交给那个报纸那个杂志报道了。不相信，打电话到一线的问老板有没有这回事，就好了。我相信一曝光啊，又要转个地方了，又要转了哈。哦，为什么？卢敦义始终没放弃机会啊。那吴王不配，那江宜桦就出来了。中央社会跑到香港访问江宜桦的9.2共识，在营造气氛呢。这也证明马英九还在下棋了，我同意了。但是你要先把洪秀柱的问题解决，是对朱主席讲嘛？出钱就结束了嘛？啊，怎么解决？啊，乔家当然乔立伟来捏嘛，你就是要这样捏啦。然后700万赶快还他了，加利息给他了。
他没有七百万的，他是跟企业界借来的啦，所以他很急嘛。哦，好，你出钱解决就是这种征兆的嘛。我已经提出胜利方程式了嘛。你朱立伦用党中央征召王金平，那王金平回过头来征召朱立伦做副手，那宋可能就会进场嘛。因为王朱两位论辈分就实力这两样而已。我公开讲，国民党有两怕，一谈他们就害怕，一就党产。只要让国民党在明年的大选让他不过半，大家一起来，民进党跟小一起来修政党法，只要一条就好了。政党不能拥有党产，管理国民党百亿千里，通通一夕之间收归国有。所以我公开主张，让国民党国会不过半就解决党产问题了，我的官司迎刃而解。我在老秦仔仔好。第二就宋水主席了，我今天还特别到市民大道那边看哦。我任何国民党看那个劝进广告，还有一个解释的事，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出家人啊？我后来打电话到宋水办公室，他们说从来不知道这回事，他们昨天还晚上还派人去看的。宋水主席昨天才知道的。好，宋主席主席正虎视眈眈，以静制动，伺机出手，保证国民党是乱象。七月八月出手，宋主席宣布参选总统，志未必总统，但志在让亲民党成为第二大党。排山倒海而来，没有看到吗？好，我是这样讲哦，我自己研究战争，我都知道，任何战争，包括选举、选战，都是五五波，一定要这样假设。我举个战时例子，我们知道日本人在太平洋战争发动珍珠港事变以后，日本人认为他已经掌控太平洋，于是日美海军在中途岛进行第二次决战，战下去啊，日本四艘航空母舰全部被击沉，为什么？交者不久，哀兵必胜嘛。那美国反而低姿态，我就知道了。我到现在还认为哦，国民党、民进党的总统大选五五波，还不要太早论断。虽然只剩六个多月，不要太早论断。民进党也不要太骄傲，国民党也不要丧气。最后，我是希望我们台湾人呐、啊，我们的台湾领导者学郑成功哈、啊，因为我最近重新把郑成功的思想啊重新研读一次，这正是我们台湾领导者不管哪一党最需要的。我把它用文言讲一次，我再换成白话哈。这是康熙啊，特别在晚年肯定郑成功的。他这样说：市政多恶心，两岛屯师敢向东南争半壁，诸王无寸土，一语抗制，方知海外有故装。请你继续对准，我要换成白话文了。所有军头都已经起心动念要投降清朝了，只有郑成功跑到金门、厦门屯兵，敢向东南争半壁跟你对抗。大明王朝那些诸王啊，都已经垮了，已经没有土地了，只有郑成功跑到台湾来一语抗制。康熙讲说：“方知海外有孤忠啊！”我希望我们台湾的领导者，不仅哪一党，你要做台湾的国家领导者，任何职务，我希望你学习郑成功精神，已经一无所有了，还有这种精神，你看，敢向东南争半壁，方知海外有孤忠，这是郑成功留给我们台湾人的最伟大政治资产。我不知道国民党或民进党或其他各党的领导者，你有听到郑成功的呼唤没有？